你好，那么看看这个1400马力的 Ford Mustang 电动车，上车吧。让我们把它开到海滩上，可以使用 AWD， 前面有一些不错的弯道。冷静点儿，我知道你喜欢快速前进，但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这是2021年的年度电动汽车，它与 Taycan、e-tron 和 Recharge 等产品竞争，它创造了3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而它的灵感来自帅气的原版 Mac One。我告诉你们这一切，是因为 Mac E 就是在这里制造的，就在墨西哥的库奥蒂特兰装配厂。库奥蒂特兰装配厂自60年代以来一直在制造汽车，他们已经制造了220多万辆汽车，而我们正坐在真正的太空机器墨西哥制造的车里。从 Cougars、Thunderbird、F150 到这辆车，这真是一段漫长的历程。这不只是一个原型，库奥蒂特兰装配厂为 Mac E 提供了一系列选择：68千瓦时标准版和88千瓦时增程型版。一次充电即可为你提供超过300英里的续航里程，除非你那个威尔士人说了什么，把你的橡胶靴放下。 Performance GT 版真的很狂野，0到60测试耗时3.6秒，这辆车快多了。老实说，当我第一次驾驶它时，我不得不去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坐一会儿，而我在暴风雨中开过飞机。我得把这个还回去，小心点开。这是疯狂的技术，只需按一下按钮，你就可以从 AWD 切换到 RWD。当你进行调教时，您基本上可以单独调整7个引擎中的每一个。它可以产生1400马力，并以时速160英里的速度产生超过1吨的下压力。这还要归功于空气动力学。所以你的意思是，对于比你那辆 F150 还重的东西来说还不错。是的。哎，好了，海上的日出美极了。不过我们还有事情要做，还有一个东西要看，等我找到了我会尽快通知你。
来看看这辆风火轮 Battle the Blade。虽然这个公园是哈利的主意，但这辆车是我亲自订购的。准备好了吗？相信我，加速肯定管用！冲冲冲！我们把速度最快的赛道留到了最后。在这场资格赛中，你要证明自己拥有超高速的反射神经。我们把速度最快的赛道留到了最后。在这场资格赛中，你要证明自己拥有超高速的反射神经。我们都在车展上等着看你表演呢，观众都沸腾了。展示一下这辆 Blade 的实力吧。扰流翼片是唯一可以把我们摁在赛道上的东西，这将是第一辆完成风火轮测试场地回环的车，所以不要紧张。很好，接下来是几个更急的转弯，保持冷静，保持冷静。很好，接下来是几个更急的转弯，保持冷静，保持冷静。但也别太冷静了，我们想看到真正的高速行驶。挑战，油门踩到底。好的，我和哈利确认过了，他很确定 G 力不会伤着你的。很好，现在刹刹刹刹刹车，快到终点了，继续冲吧。我要把这场比赛传遍整个地平线墨西哥，这辆 Blade 就送你了。不过你应该不介意我偶尔进来开一开吧，比如周末的时候。
们路上细说。后轮驱动，6.2升的 V8 引擎，750匹制动马力。为达到最佳的入弯和出弯角度，还对外倾角进行了专门改装。它完完全全可以被称为是一件工程杰作。这是项很有趣的技术挑战，漂移上山，额外的惯性非常值得探究，还将对你进入最佳过弯路线的方式带来巨大的影响。真达说这是他的第一辆漂移车，这就说得通了，加装了许多部件，绝对可靠，而且很容易上手。跟以前一样，我们为所有这些小型赛事开了几个非官方的排行榜，我还想办法从哈利那里要到了几个赞赏呢。你看看，如果能全部完成的话，还可以得到一些奖励。我会去看一眼的，下回有活动记得叫我。是的，他们是墨西哥漂移俱乐部本地分部的人，我们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今天的观众比我预期的要多，当然是就一个秘密俱乐部来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华丽的秀一把好了。在这拐弯，或者直接开下阶梯。这是肯尼斯·布洛克先生的 Hunnigan Gymkhana 10福特 Focus RSRX， 2升涡轮增压前置引擎，4轮驱动，不过只有一个座位，所以我就只能扮演你的脑中之人了。知道的，瓜纳华托颇有一些漂移的文化，像什么隧道啦、狭窄的街道啦，还有教堂广场。这些路已经封闭了，对吧？啊，是的，这是我们的新成员巴布罗组织的。
在沿着隧道开，小心墙壁，这里的拐弯还不少。向左，走左边的岔路。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是这样的，我们这里又来了一辆车，还得请你来看一下。这个是我想的那辆吗？ RTR 福特 Mustang Mach-E 1400，第一款使用全电动漂移和金卡纳平台打造的车型，要不要开出去漂一圈？这辆车是由漂移界的传奇和机械天才小沃恩基顿先生与 RTR 团队的高手们联手改装的。你问我他们改造的目的，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解答一个世纪难题：什么才是可控漂移的未来？简直是一件杰作，我可以问问你在开发它时的想法吗？从开发人员的角度来看，快到终点了，不过你应该也注意到了，我们一直开着七个马达同时介入的四轮驱动模式，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不要试试其他驾驶方法？那辆车是四轮驱动的，马达的布局也专门配置过，只要一按按钮就能彻底改变传动系统。所以只要把四轮驱动切换成后轮驱动，关闭前面的几台马达，然后就能开出去了。这绝对是你这辈子经历过最快的更换传动系统的方式。方左右转弯，任选一边转，在处理惯性转移的时候小心点。向
做急转弯，然后向右，接着走小路进入隧道。从这里往前，然后我们就能一直开向起点了。允许我代表墨西哥漂移俱乐部 RTR 以及福特 Performance 感谢你为我们带来这场艺术性的转向过渡表演。我们寻思了一下，你应该会有兴趣收下这辆 Mach-E。 太牛了，不过我们会把它要回去吗？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复刻了他的车，看来我也有点上头了。要不要试试这一台2020-151 Formula Drift Supra？这辆车是基于2020丰田 GR Supra， 并由帕帕达基斯车队改装设计的，大约有700多匹制动马力，但更高的基础车速意味着你在漂移时需要经受更快的横向速度。隧道，如果你走这条路的话，会错过一批很美妙的拐弯。
这里的窍门了。咱们还有点时间。话说，你喜欢火山吗？你在打什么主意，萝卜？没什么，感谢帮忙，我会再打给你的。真正的 Formula Drift Mustang， 帅呆了。没错，都跟你说了，这是一辆肌肉漂移车，而且我们这还有一段长达6.9英里的绝佳漂移道路能用来试车，它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那种道路，赶紧开跑吧。我们面前是一台机械增压式5升 V8 引擎，能让车辆有稳定的旋转中心，稍微偏向车辆前端，有900匹制动马力来推动车辆后部。我们需要一些，往前我说个谐音梗，横向思维来把一辆以肌肉车平台打造的车辆改装成一台优秀的漂移车。不过，我觉得这会是一次很赞的尝试。全是下坡，我是说地形表现不能滑坡，不过你还是要注意过弯，要是撞树的话就漂移不起来了。
不多有1.5吨重的2015 Mustang GT 来说，已经很不错了。现在你只需要等着看。我还是先别剧透了。赶紧坦白，你打算干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在搞的小打小闹，你可以再稍微等一下。波波，你太不擅长保守秘密了，你知道吗？